办法放到晚上要切，那我没有时间去切，所以就放不上去。我去那个申请，我去投那个大安社大的那个圆梦计划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妈妈，就是我要带妈妈走过这个。哎呦，不知道会不会中就是了，因为他们要评估。他的那个计划的目的是，就是他的目的就是，他是十周年嘛，社大十周年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这样。那我去投了这样，因为我在我妈妈的期间呢，我发现很多那个照顾上面的一些。制度上面的问题，还有一些就是各方面的问题。那我希望说，借由，因为我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没用嘛。那如果他这个圆梦计划，就有一些人会参与，这样。他这个圆梦计划同时也跟他们的那个纪录片的那个研习营在一起。他的纪录片的原型就会有一些学员，他们收24个学员，还有一个老师，一个导演老师，那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圆梦计划。那有这么多人听到我说这个事情，那如果我的这个案子被接受的话，就会有这些人来。看我看到的问题，然后那人多就想的点子多，想的点子比较多，我们该怎么样？那因为我照顾我妈妈，我已经没有余力去做什么事情，我只能看到问题，把问题告诉他们，我看到的这些问题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如果真的被接受的话，他们会去追踪看怎么样来把这个问题用纪录片的方式，他们可以去访问一些公益部门的单位啊或什么样子，然后把整个事情看怎么样去更多人看到这样。哇，挺好的，但是不一定会中，因为很多人圆梦计划很多人参加，很多人去投案，投这个计划，是，所以我现在把我妈妈日常我跟我妈在一起的东西，先拿出来还是怎么样？先拿奶油，奶油，还有这个，哎呀，一下下就已经这样了，现在把它剥开，大概一半。哎呀，不是奶油，对不起，是芋头。没关系，这个芋泥也可以。哎呀，拜拜呀，好可爱。来，拜拜。哎呦，好黏呐，小朋友好黏。发脾气。那我在发脾气啊。在那耍脾气。我这边的脾气都不小，小朋友脾气都比较大。像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？所以我照一些日常我妈妈的活动，让他们决定他们哪一些时段他们要来拍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来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他如果要来拍的话，大概就是需要跟院方报备啦。对，那原则上如果报备完了，他们
是可以支，就是如果报备完了之后看怎么样支援这样。没有啊，就是导演啊，可能导演不，我们老师应该不会，应该只是学员。那他们会分组，他们24个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，因为这个就不是我们参加这个圆梦竞标的这个。它是大安社，它有3个院区，每一个院区要选出一个圆梦计划。那我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欧院区，我金欧院区有带妈妈去上那个成功老化的课，那那时候妈妈还非常好，非常健康。那可是现在那个。我妈妈上的那个成功老化那个课，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停开了。好吃吗？婆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有好吃吗？有没有啊？好吃吗？啊。他今天的反应比较钝。今天早上带他去做复健，复健的时候他就一直昏睡，那个复健老师也觉得不太好，没力没力的，就叫我要注意他这样。他喜欢吃芋头，我妈妈喜欢吃芋头。哇，那刚刚好。芋头的。我这几天喂他吃那个东西，我觉得他越吃越大口，对。但是呢，我发现他吃稀饭吃到没有很多，就是像那样哈，吃后来他就好像不太吞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吞了太多东西，他累了，不想吞了。就变成有在含在那这样的现象。那昨天喂的时候觉得，哎，喂得好快哦！才平常我喂要喂1个小时，要喂1个小时。就一开始我喂的时候，喂1个小时才喂完，结果时间越来越短，越说越短。那好啊，因为它的吞咽速度有加快，就是口腔处理的速度有加快，还有越省力。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那个稀饭，昨天的稀饭，我觉得昨天稀饭比较稀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很可能跟比较稀也有关。所以昨天不到15分钟就喂完稀饭。那昨天我喂那个香蕉也是蛮快的，可是也是大概到1/3的时候，上次我们是吃1/4嘛，我昨天吃1/3，然后后来它就不太能吞了，就都含在嘴巴上这样。然后这个也可以吗？试试看，吞的固体吞的不错。1/3，香蕉。咬得好细哦，细细嚼，细细咬。因为他平常我妈妈没有戴假牙，她是不吃饭的。那她来到我家，然后发现没有戴假牙，她一定要跑回家拿假牙这样。小块，我都就没有吞下去。
有变小块。嗯。老师，我看到你那边有一个小凳子，我拿过来给你坐好吗？不用，我是故意坐的。不是那个小凳子坐的刚刚好高度啊。没关系的。啊？因为我这样才看得到他的嘴巴。哦。对，没关系。你要坐的话，你拿来坐没关系。对，我通常不坐的。觉得高度跟你现在的高度应该刚刚好。你坐着的话啊，没关系。你看这样坐着刚好。你这样膝盖会不会很伤啊？还好了。我是看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？挺好，芋头好吃。等一下再吃吃红豆，红豆。我本来想买那个，它还有菜脯跟高丽菜，可是我觉得那可能不行。那个对，那个没有办法化掉，还是这种泥状的。对，我觉得那可能不行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那我本来想要买奶油，后来我想，奶油是属于油脂嘛，它既然在奶油，是不是油脂最大的？那我又担心，因为我妈妈是中风，担心那个油脂，对啊。如果是奶油。是不太好。他还是泥状的，说实话。你看他吃了一段时间，他就不太吞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哦，好像有。我自己喂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味道没有像那个中碗这个样子，就不太喂。还要吗？还要。他曾经有来抢我的碗，想要这样喝，那确实也能喝，但是呢会漏出来，没有办法对。没关系，就给他，他要拿就给他拿，你顶多就帮他扶着一下。哦，还要。觉得那个住在养护中心，他们的人力是只能那个，哎呀，停下来了，不然等一下又不够。